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肝脏，当然就是要尽量减少它不必要的负荷，譬如说酗酒，当然是不好，吃了太多有的没有的，吃了很多的药，这对肝脏肯定是不好。好好的休息，日夜的一个作息是很规律的话，对肝脏肯定是很好的，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当然，预防某一些肝病的产生，譬如说 B 肝、C 肝等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的健康疾病预防的意识。好，那请教大家一下，台湾这个方面的问题到底严重不严重啊？我们用数字来看，成人不是所有人，成人部分 B 肝带原者占人口成人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这个我们用选择题给大家选一下啊，您看一下这个选择，就是很少到很多的一个状况啊，您大概有一点点概念，或者是您猜一下到底数字是怎么样子，这个我们待会跟大家来解答。那所以表示我们对于某一些疾病的一个预防，现在台湾肝病的这个预防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小朋友出生以后或者是在婴幼儿期的时候都有打B 肝的疫苗，那么年龄大如果有在抽血检查发现有 C 肝等等能够治疗的一个结果， B 肝 C 肝能够让它绝迹啊，这个是世界上非常不容易的健康的一个成果啊，真的是台湾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事情啊。那这个长时间的一个努力啊，才有办法今天 B 肝 C 肝治疗的一个成果这么好。长时间努力啊，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像画家大家看这样子好，就是好像就是只是看不是很清楚，待会我们会仔细看清楚一点，就知道这个画家他用的那份的心力啊，真的是让人家非常佩服啊。这个心力不只是他工笔画画的那么样的精准以外，意境的弄得那么样的好以外，还有他跟历史的一个呼应啊，这是明朝仇英他画的琵琶行啊，琵琶行，这不是那个吃的那个琵琶，是弹的那个琵琶。好，那琵琶行是为什么？这个琵琶行啊，那就跟白居易有关系啊。白居易在唐宪宗的时候，一个是明朝，一个是唐朝，所以是历史的一个桥梁，把它搭在一起，从诗变化的意思啊。好，这个当时这个白居易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心情很沮丧的状况，40几岁啊，这个不得志啊，然后要离开啊，这样的一个可以好好发展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啊，心情啊肯不好，肯定不好，所以就会举酒欲饮无管弦呐、啊。意思就是说，他想要这个心情很不好，那又想要大家聚在一起，朋友相要离别嘛，那要喝点酒的时候又没有管弦，没有伴奏，没有人来伴奏的意思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风雨凄凄的那种状况之下，心情又没办法得以疏解的状况之下，哇，会非常难过啊，可想而知啊。那结果呢？结果醉不成欢呢、啊，惨将别。你想要醉呢，还醉不了啊，就最后还是没办法，还是得要离别了啊。主人忘归客不发，忽闻水上琵琶声啊，刚刚就是说没有管弦嘛，所以这个喝酒没有什么意思啊，突然间会听到说这时候已经蛮久了，就一定要走了，有管弦声，有那个弹琴的一个声音出来，他就随着那个声音就往前向移船相近，腰相见，听到有那个管弦声音，把他跑到那个船边了 结果添酒回灯重开宴，就找到对方了，有个可以帮忙弹琴助兴的就重新大家一起再能够道一道这个离别这个时候就引出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人出来了，这个就大家比较熟的琵琶，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个琵琶女出来
但是因为历尽很多的一个沧桑啊，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三两声才没弹三两声呢，未曾曲调先有情啊，让所有人感受的更加深刻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本来已经相对很离愁啊，离别依依啊，结果本来想叫他来助兴一下，结果他一出来以后，大家更加的一个伤心了，因为这个琵琶女也是历经沧桑，跟白居易的意思一样不得志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文人总是有那么多的一个这个烦恼的一个境界产生出来。那这个怎么去把琵琶弦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局部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山水。哇，他这个可以看得到有那样的一个气势啊，磅礴啊，要画离别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在水岸旁边，这里有船在这个位置，船在这个位置，在这样的一个，所以刚刚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个长轴的一个东西啊。可是，细部你仔细看的时候，画的，你看这个松树啊，这个船啊，画的都是非常工整啊。然后这个，波涛汹涌跟这个心情啊，也可以啊做一些呼应啊。你看这个并不是很平坦的一个江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这个还有人啊，在本来在这个地方啊，好像这个旁边也有那样的一个这个村客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啊，做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一个呼应啊。所以刚刚有看到这个琵琶女吗？琵琶女在船上，所以她没有特别把它画出来。不过整体那样的一个画轴中所需要去呈现的意境啊，就是那份的一个好像你看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它的一个存在以后，到底能解决那个愁吗？也未必啊。所以心要打定啊，把握住那个方向啊，恐怕还是最重要。不过情跟那一份的一个景啊，能够结合在一起啊，这是中国文学或者是画作上啊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啊。所以犹抱琵琶半遮面啊，这个我们再听起来现在都能朗朗上口啊。疾病啊，有时候会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思就是说，他来的时候，这是一个这里曾经有过锁骨骨折70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来。这个来到一家医院去看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是脚，有点疼痛等等的不舒服啊，也告诉这个医师说啊，他这个觉得比较倦怠无力啊，所以就跟他抽血检查一下。当然那个脚的一个问题是比较单纯，这个脚的局部的那个关节方面的一个问题，疼痛的因素啊，大概是关节炎，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但是因为他觉得有点倦怠，所以跟他抽血。干一下肝功能，就发现肝功能有异常啊。肝功能有异常以后，这个医院再给他做超音波，就发现确实啊，肝脏有更大的一个问题啊。再过来看的时候，在做电脑断层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是肝脏横切面的，这样来看前面、后面肝脏靠侧面这个地方黑黑的，这是一个肿瘤啊，肿瘤。所以这个肿瘤会不会痛？他的倦怠无力是不是跟这个肝癌有关系啊？不见得，不见得。犹抱琵琶半遮面，你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关系到底是真的是那么样直接吗？未必，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倦怠无力啊，大概都会有啊，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肝癌，绝对不会每个人都有。但是还好，也因为这样的阴错阳差，让这个本来不知道的这个肿瘤啊，肝癌。被发现以后才有办法治疗，所以这从正面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肿瘤的位置是在这样子。那大家说，这个肿瘤在这上面已经相当靠近我们的横膈膜，难道没有症状吗？完全没有症状啊，痛也不会痛啊。所以透过腹腔镜手术的方法给它做切除的一个动作，把这个肿瘤拿掉。然后肿瘤拿掉以后，大家一起看，一切开，这个可以把它拿得很好的情形啊。然后也透过腹腔镜手术，所以几个小洞就把这么复杂的问题解决。这还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结局啊！开完刀，休克啊，送 ICU 啊，加护病房。为什么？因为肾上腺的功能不好啊。为什么？因为之前可能因为脚的问题吃了黑药丸，所以这个黑药丸还有类固醇就会对我们的肾上腺功能有抑制啊，才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好，那再答案给大家一下，到底多少人？1/5的成人啊，占的人口是多少？250万人啊。所以预防啊，
怎么预防，这是还是更重要的。感谢收看。